每次干活都要受点伤，真的是。这种地方是老痛了，是伤的这种地方，就专心的痛的那种啊，尿都要快要飙出来那种感觉，知道吗？好痛。好玩吗？那么让我给敲螺丝吃。你给它放多点是吧？一人给一把。好。一人给一把，他们就不会抢了。吃了，你先吃吧，走吧，回去了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昨天妹妹身上怎么那么长？要不要别让你弄反了？反了，那就刚合适了，这个可以喂了吧？可以了。现在的输的都双耳环，啊，都戴耳环。妈妈，那你快点吃。妈妈，那你可不可以呛到吃？我妈，那你吃的时候耳朵一甩一甩那个吗？回来。回来。让你师傅跟你去说一声。等会我带你去看。不行，你现在就跟我说。谁跟你说你也不明白噻？那你现在不能用这个的。我在教你不能这样子，知道吗？动动我手怎么办？那是拿来干嘛的嘛？拿来塞这个管的。塞了又没有用。所以说啊，跟你说你也不懂，你还问。哥哥来了，你叫哥哥来玩嘛？啊？把这个扔了。这个扔了干嘛？不要扔啊。这个没有用啊。哎，哥哥。这是一个普通的管子而已。嗯，那普通管子还有用噻？哪里有用嘛？丢了。不丢。丢。啊，垃圾丢了。这个。哎。一塞这里。有人问我们这个猪槽怎么清洗，你看那里有一根水管，喂的时候就把外面的水柱喂完了，就把那外面那个拿掉，拿掉了就可以直接冲水就洗干净了。这个门算是搞好了。这里面也给它收拾干净了，小猪有门了，鸭子不能没有，也给鸭子弄了一个门，回去弄饭吃。